台南市学校文化美馆推出的梦想的基地创作展，展出的是南浦县的客家艺术家林永峰及安东年来四十五部的作品。透过这套作品，就能看得出其画图风格的转变，改造主题，不用木用用构图，还有画图的表现。科考生是对于画图的兴趣，现年八十岁的艺术家林永峰也是维持创作的热情。也很多年以画风对写实转为抽象，除了展现其家模偏好一方面的艺术性格以外，也透过色彩同线条的流通，本人激发过多年的感通同想象。那个色彩的画面的韵律的变化，是不是本像唐寅墨用的安尼，过舒服啊？对具体到抽象，对摇撼到模撼，林永峰的画作透露出艺术家写意奔放的胸怀，以及对于外在事物变化时的进行观察同体悟。伊个色彩、伊个线条，佮伊发出来规个形式的转变吼，就可以看到伊艺术家伊个内在的丰富。原本大部分以水彩同油画创作的林永峰，对去年代开始改用阿克力的媒材，除了表现画作的流通性同色彩的明亮性，还佮因为阿克力颜料用水路做的色浅浅，对于环境的影响佫小，对也也展现艺术家所坚持的环保意识。客家新闻陈文年台南报道。